开一罐龙虾尾，这个龙虾尾挺合适的啊，39.9块9，三罐，这是一罐，一罐有这些。 我觉得挺合适的，比那个要点外卖的话，可能39.9块就没有这样的三份，这是一份，这是一罐的量，然后一单是三罐，它这个味道也挺好的。